Hello，大家好，我叫 Kevin，我是一名专注于时尚板块的跨境卖家。今天跟大家，今天录这个视频的话，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用的独立扎 App，它的名字叫 EComposer。这个 App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好的 App 啊。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面，我在用这个 app 的话，给我的主要的感受的话，主要是四个方面。首先，这个 app 的话，它是操作非常方便的。然后，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搭建一个独立站的话，你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代码基础。但是在这个 app 里面的话，你是不需要代码基础就能对你的网站进行一个结构的搭建跟那个内容的编辑，所以的话是非常的方便。而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这个软件的话，其实很能帮一些新手卖家进行一个时间上面跟金钱上面的一个省钱省时吧。因为它的App 的话是会有内置很多比较热门的功能，这个功能的话是免费，并且的话你不需要说在其他的后台的话进行操作，所以的话它既能省钱又能省时。而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 App 的话它有一个非常 bug 的一个存在吧，就是那个24小时的那个客服，然后他的客服的话是非常的专业，他全天候的话都是能一对一为你服务，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一个操作的话，他们都能教你去怎么去做，或者说是他们帮你去达成你需要的要求。然后第四个点的话，就是这个他们的团队的话也是非常的 nice 的，无论是你有什么问题，然后你都可以很直接的去跟他们沟通。反正这个 app 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向你们推荐。